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大家阿弥陀佛，快乐吗？慈悲就快乐，想到家里的事情就没那么快乐啊。所以经典说，关心别人、关心众生，没有压力，很快乐，尽力就好。但是因为有一个执着，你就会有压力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常练习这种没有压力的修行的方法。那当然最没压力的就是大慈大悲啊，平等的去关心所有众生，要经常这样来练习。好，请跟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宝髻如来。当我们念宝髻如来，你心要跟宝髻如来一样。宝髻如来就是保护所有的海鲜水产，
消业障、安全将来升天。所以如果你念宝记如来在想的宝记如来在做的事，心里会不会改变？念佛要如此，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想了极乐世界的庄严，如何帮助众生去极乐世界啊？因为这个世间是苦啊，那你这样念阿弥陀佛，你每念一次就增加一次的慈悲心啊，菩提心啊。啊，念一下，南无药师如来，当愿所有现世者、病苦者消灾延寿。南无阿弥陀佛，当愿所有往生者、父母祖先往生净土。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当愿所有痛苦者离苦得乐，修行慈悲。南无地藏王菩萨，当愿轮回有情，永离三恶道，发菩提心。南无地藏王菩萨，我为父母祖先、冤亲债主、所有众生来参加慈悲法会。嗡阿吽，嗡阿吽，愿天神、地神、海神、树木神、所有众生同享功德。嗡阿吽。好，请放掌。那佛教讲空性，他就要告诉我们万事息息相关啊，没有水就没有土地啊，没有水就没有天空，所以天空连着水，水连着土地，我们连着这个万事，那人才可以生存啊。如果没有水，鱼也不能活。所以各位要不断的去体悟这个道理，原来人就是水，水就是天空啊。现在我们要放鱼，鱼就是人，好不好啊？啊，我就是鱼，鱼就是我，所以要让自己跟万事万物产生关系，因为产生关系，你就会关心他，因为他快乐，你就快乐。所以各位，我们很聪明，你让鱼快乐，自己会不会快乐？对啊，这就是因果啊！你让鱼快乐，那爸爸妈妈也会健康；你让鱼快乐。特别经典说，就算有人往生了，你为他救七只鱼，那这个往生者就可以脱离三恶道。你这一辈子，莲花生大师说，你杀了100只牛，杀了100只马，杀业很重，但是你有惭愧心，放18只动物、18只鱼，那你这个杀业罪障消除了。所以药师经说，哎呀，这个人生病很严重，快死了啊，甚至可能几天就死了，那你帮他放49只的鱼或生命，他就可以长寿消业障。所以因为佛教的目的啊，那就是要我们直接去帮助众生，因为念一下，帮助众生才是帮助自己。所以各位要学学这个道理，做什么事情都想帮助对方。今天你在卖药了啊，希望这个药吃了你身体好，我有没有赚钱没关系，用这个动机去卖药可以啦。啊，你做生意的，我希望你用到好东西，这个比较重要啊，对你生活有帮助。那你把一个帮助别人的动机拿来做老师，拿来做医生啊，那这样你做老师就是在修行了。所以而且能够做到无所求的，那就是空性啊。只为对方，那就是悲心了。千万做老师不要说我是为了薪水，不然我来跟你讲话干嘛。那很多老师生气的时候他就会抱怨啊。那所以各位，那结婚也要慈悲啊，那希望对方好，希望对方幸福，无所求的。因为有所求，那你就会有压力啊，啊，你就会痛苦啊，我煮饭你怎么不回来吃饭呢啊，因为你有所求啊，我煮饭给你吃，你要回来就回来吃好一点，你没回来正好我拿去施食，拿去帮助穷人，给他们快乐。那如果你这样想，你煮饭就没压力啊。所以
用一个思想改变。所以我们直接放生的好处是，就像今天等一下我们这一千人在这边，有人掉到海里面，终于大家用绳子用棒把他救起来，你快不快乐？快乐，救一个人大家都这么快乐了，那何况今天要救刚刚小小大大给我说今天有2000多只鱼哦，所以要救这些，如果各位我们今天不做，那这些鱼会不会被杀掉？搞不好你儿子也吃到了所以最近呢，棉南多巴湖发生一个沉船事件，对不对？180多人失踪，那我也没看到报纸，到底有没有救回来，有没有找到尸体？但是在还没有发生沉船的前两天，那时候就有人来跟我说，师父，那个多巴湖抓了一只鱼啊，他们还传相片给我看，那只鱼很漂亮，很漂亮，全身红色的，应该这是红色的大鲤鱼。他说他们抓到这个鱼啊，在市场拍卖的时候，就有人有神通了，给他们讲说这只鱼不能吃，这只鱼不能吃，吃了会有灾难。事实上这只鱼就在那个地方抓到了，结果两天以后这只鱼当天就被杀掉了，两天以后就发生这个沉船的灾难。后来我就问一位打坐的修行者，说这个有关系吗？他说，师父，这个很简单，那只鱼是龙王的女儿那这些人已经有人劝他了，然后他们还是把他杀了。那龙王一生气啊，吹起一阵大风啊，而且船上的这些人呢，也不是莫名其妙往生的，他们过去也很喜欢杀业，很喜欢吃鱼的，所以因为这样就产生了这个痛苦的结果。所以各位，一只鱼而已哦，就会造成这么大的，龙王一生气那就不高兴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放生，来回向海中龙王、天上龙神、土地龙神同享功德。那这样会不会翻船啊？不会啊。会不会有车祸啊？不会啊。所以会不会很大的灾难？就不会了，也不容易有这些问题。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那我们要用慈悲心来做救一只鱼就有这么大的，杀一只鱼有这么大的痛苦。就像泰国这13人，昨天我讲过了，他们这13人过去抓了一只蛇，把它浸在那个酒瓮里面，所以现在他们还出不来因为怕海水淹起来，淹起来他们会泡在水里面，就像那只蛇被泡在水里面。所以再念一次法会功德，回向洞中龙王，所有被杀的蛇离苦得乐，嗡阿吽。那我想各位千万不要事不关己，不要说哦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那我们要念一次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大慈大悲，平等对待所有众生我认为新加坡需要你们各位多去救因为世间人不懂负责杀负责吃，我们负责救负责超度，好不好要负责超度。哪一天你到海鲜店也要去吃饭，不是吃荤的我要吃素，强迫他煮，你在里面念经吃这个大悲咒饭，为了吃一顿饭在那边给他念经，大悲咒、往生咒、辨识咒，念完那顿饭吃完了那你要把握那个机会，因为你是佛教徒。什么叫佛教？念一下，保护所有生命，这个叫佛教。成为一个三宝弟子，这个世间只要有一个众生、一个友情在受苦，这都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学佛爱众生的人。所以哪里有众生在受苦，各位一定要积极努力，千万不要每天问我海涛法师你什么时候来，靠你呢靠我我方法你已经懂了，我也懂了，那我们一起做，不分在家出家。反而我去海鲜店人家骂我，你去还没事你可以去帮助他们呢，因为悲心人人都有，不分在家出家悲心不分有钱没钱所以有一句话叫再圣不增再凡不减，你是个圣人，那你是圆满你的佛性，你是个凡夫，只要你有慈悲心，你的佛性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念一下来，慈悲即见如来，
对啦，你去慈悲，那你就看到佛了，看到自己的佛了。所以各位愿意来就是慈悲心了，各位等一下再放生就是菩提心了，马上再救他了啊！因为这些鱼你对他这么好，也种下像成佛的因，哎呀，有众生对我这么好，他就不会怕人了。所以各位，你要用慈悲心去影响别人，有慈悲心，就这个意思。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人掉到河里面，哎，我们去救，每个人都好高兴，哇，他被救起来。就像泰国13个人终于找到了，大家快不快乐？全国快乐，全世界快乐。很奇怪啊，不要花钱都可以快乐啊，因为看到他们被找到了，我们好快乐。所以等一下在这么多鱼透过各位的爱心行为把它放到大海里面，而且这种鱼的好处嘣就不见了，抓不到，这个真好。有时候我们去放妥善，放海这边还不想走，等一下要被抓走了啊，那这种鱼下去就走了，哎，非常好。但是我们心里快不快乐？快乐。所以一念慈悲就消一念的业障，一念的慈悲就消无量的福报。所以佛陀说，慈悲的功德大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慈悲包含所有功德，所以为什么叫你讲放生为第一有力功德啊？最快的，台湾话说快丢假也丢，很多人喜欢放生呢，因为你看嘣放下去了，我的钱放下去了，哦，那只活起来了，很快乐啊。所以当然我们能够多办放生，多做烟供啊，因为你看得见哦，那个香香的味道，哇，众生在吃了这个这么香的味道，供养佛，供养护法神啊。所以希望所有众生闻到香味，得到甘露，得到解脱，心里很快乐，很舒服啊。所以各位要这样想，来大慈大悲普度所有动物众生，被抓的、被杀的、自然死亡的、被吃的，所有动物亡魂同享法会功德，那这个才叫大悲咒啊！大慈大悲的这种声音叫大悲咒。所以各位，你念什么咒都没关系，但是你要有一个慈悲啊！啊，这种慈悲的声音，那就让这些痛苦的众生也升起慈悲心。超度是因为他升起慈悲心而超度了，这一点观念很重要啊！如何让你的堕胎胎儿对你升起感恩的心、慈悲的心，然后他就超度了。那你要用你这样的心去感动他的心。那些动物被人类抓到了、杀到了、烤死了，所以他们很痛苦，他恨，他恨，他就变成一种报复型的冤亲债主。他是如何转化这个恨呢？那你就要用你的悲心表达你的行动，他被你感动了，然后他就超度了。超度不见得他去哪里，他没有痛苦了，他搞不好升天了，搞不好成为你的护法，这样就自然超度。并不是说，哎，我帮你念很多经，你怎么还不走啊？因为你没有慈悲心的话啊。所以我想各位在念Om Mani Padme Hum，那你要有观音的心啊，你在念嗡大力度大力度的时候哈，我有度母的心，这种大悲心。我在念地藏王菩萨，众生都是我的妈妈啊，希望这些妈妈众生都可以升天。所以就像释迦牟尼佛到忉利天为他的妈妈摩耶夫人讲地藏经，那这个意思就是说，那释迦牟尼佛用这种大悲大孝来感动他的妈妈，所以他的妈妈马上也发菩提心，就成为菩萨了。所以那佛陀并不是念经给他超度，佛陀是给他讲法，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不会讲法，那我们就直接念经，就这个意思了。但是这个经的意思就代表你要有这种说法的动机，我念地藏经，我就是在变成地藏王菩萨的悲心，要来帮助你，要来供养你，那你就要念地藏经。哦，我们念普门品，我变成观音菩萨的悲心，啊，你念大悲咒，那我是大慈大悲，变成千手千眼的，大慈大悲的要去拥抱，要去救护你，你要用这种心态来念。所以各位，等一下放鱼的时候，哦，你不要看，哦，哇，这一只不错，很好吃的样子。如果你还在吃鱼的话，那些嘣，哇，我告诉你，
被你拿到，因为他会怕你。所以各位等一下要来念一下，放生长养慈悲，就是说那些鱼经过你手，你要发愿，愿我尽未来际都不会伤害你们了。啊，你要一直这样发愿，对不对？跟这个鱼还会跟你亲一下，哦，太爱你了。那你这样，你一只鱼对你好，所有海里面的龙族都会对你好。所以有爱心慈悲的人掉到水里面淹不死的，因为所有这些龙族都会保护你。所以众生都有直觉的，直觉好人你看也知道，坏人你也会怕他啊，动物也一样。那所以各位等一下你们在排队提的时候，这同志有五只鱼，哇，我爱你我爱你，好不好啊？今天不用念 Om Mani Padme Hum， 今天我们来比赛念我爱你我爱你，看谁念我爱我爱你，不要我吃你我吃你，你不要今天放一放，晚上又去吃鱼，哇，所有的鱼会来找你报仇的啊！因为你已经懂这个道理，你白天去放鱼，你晚上又吃我们，对鱼来讲是同一族的，他们叫什么？来，龙族，一只鱼，一只螃蟹，一只水中动物合起来叫龙族。龙族里面有一个龙族的王在保护了他们，你伤害一只鱼就伤害所有的龙族。所以你在新加坡救一只鱼，那你将来在美国那任何的龙族都会对你好，这是自然的道理啦。所以各位要有这个所谓大慈大悲，就是念一下绝对平等，无有分别，感受对方的苦，愿对方离苦，那你要有这个悲心呐 啊！所以等一下各位拿到鱼，你要看，哎呦，这个鱼怎么比我儿子还漂亮啊？你要有那个感受，那各位故意要这样修啊。我们以前都是这样修了啊。我很怕蛇，那我师父就叫去弄一个笼子，天天看它啊，爱上它啊。就想他要吃什么，你要一直培养，以后看到蛇不会怕。就像我以前会怕看到鬼，现在很喜欢找鬼在哪里。那我做了这么多甘露，你怎么没有来吃啊？我就是要给你吃的啊，就是要培养他。所以就像爱狗的人，爱狗的人看到狗没饭吃哦，他心里会痛的。他不是说对哪一只狗，而是所有狗他就有这种爱了。那我想各位要这样来培养对众生的悲心，而不是说哎呦我放了鱼、哦、我今天赚的功德可多了，再见回家啊！这种功利式的去放生会被批评，哎呀你们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什么功德，哎呦去虐待那些鱼啊，对不对？然后就很多批评就来了。但是不管批评怎么样，我是培养悲心的啊，慈悲要耐得起孤独啊。但是重点是你有在做。那当这个骂你的人，老实说我是被骂最多的了。我走到哪里，因为台湾都认识我，那个爱放生的又来了。但是后来我也觉得有人骂我，我觉得静静，但是有人说坐在后面，哎，报纸讲你那么多，我看你这个人还不坏。我说我就是要你爱上我了。我在爱放鱼，我就是爱他，我没有别的想法嘛。我不是坏人，对啊。他说对啊，我说你不能光看，你要见本人才知道我不是那么坏。所以重点就是说，因为我在放生，所以我从来不敢生气的。为什么？因为我在放生，结果你又脾气不好啊，这个对不对？借由放生的名义得到你个人的名利，那不是很惨吗？骗不了人的，你可以骗一天骗一年，你不可能骗一辈子的。所以各位，像各位这么多会喜欢放生，记住啊，回去不要骂人了。回去这个人骗你一点钱，那你就慈悲一点，不然就你这个放生这么慈悲，你对我不慈悲啊。所以吃素的人更要慈悲，因为人家你知道，你吃素就是为了培养慈悲，结果为了对方一个错，虽然你是对的，你在骂人。我认识一个放生的师父啊，有一次我去他那边，那刚好他在念经，他做维挪。啊，一直唱一直唱，结果旁边一个师父唱得不好，啪丢掉，砰就骂他。我们大家都叫傻眼啊，他不是在放生吗？他不是假财爷吗？哇，凶起来这么凶啊！哇，拿那个锤子要去打另外一个出家人啊！啊，那这样人家这个寺庙没人敢去了，哪一天被打了是你啊！啊，
因为没有慈悲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各位今天来放生啊，那你要了解念一下：众生平等，众生皆我父母，众生未来可成佛。对，所以放生就是救未来佛嘛，放生就是救佛陀的独生子。释迦牟尼佛说，每一只生命都是佛陀心中的罗侯罗，没有分别。那既然是这个道理是如此，我们是为了培养平等心、慈悲心，所以而来救护他。那我们要把这个心念放在你心里，表现在你的行为上，好不好？所以各位，慈不慈悲，你要装出慈悲的样子，要开始练习。你要练习啊！你不练习，我放生个比闹饼吵啊！你啊，你就脸色不好看啊，骂人，那这样不好。所以各位呢，很快乐，很慈悲啊！这种快乐不是欲望，是一种我可以救护生命，我活得很有意义，对不对？因为我可以帮助这只鱼，我可以帮助这只鸟，我生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个点灯的蜡烛，最后一定会烧掉了。但是我可以燃烧自己，给人家爱，给人家光明。哦，这样我烧完了，快不快乐？快乐。就像我们今天这么多人来放生，大家都不失钱了，不失钱，所以可以救这么多鱼哎。啊，所以各位你要感谢你隔壁的，谢谢你救我妈，因为我一个人钱不够啊，你的钱我的钱合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救这么多爸爸妈妈。让诸佛菩萨快乐，救这么多未来佛。所以再念一次：万人共造善恶因，每人皆得善恶果。啊，所以我们一人出一块钱，合起来一千多块，我们就可以救很多了。所以没有你那一块，那我们就少救了一个爸爸妈妈。所以大家彼此感恩呢，啊，彼此尊重啊。那我想各位要培养这个习惯。所以有一次啊，有一位老师傅在骂人骂人骂人，结果一位老和尚就出来：你连鱼都在救了，对人那么不好。所以各位你千万不要被骂，你连鱼都在救了，你吃素的人你还骂我啊？对方做错事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不懂因果，但是我们要用慈悲心跟他讲话可以的，慈悲心告诉他不能生气，你做错我生气，那你的功夫都没有了啊，功德消除掉了，因为你在培养慈悲。所以我们必须感谢这些鱼，让我们有培养爱跟慈悲的机会啊！而且希望这些鱼将来都可以成佛啊！这些鱼生生世世一定跟你结善缘，它不会伤害你，就算哪一天你的业障来了掉到河里面，这些鱼也会找它的同伴把你推上去的。佛经都有这么多的故事啊，一直在这些众生他懂得报恩的。那你要让众生对众生好，就是你对他好，他自然就对你好，他懂了这个方法。所以我们经常去孤儿院，一直就对那些小朋友很好，给他财物啊，而且一直跟他讲佛教的故事，目的不是说帮助他，而是他也学习懂得帮助别人，他就会改变命运了。他懂得感恩别人，他就改变命运了。他千万不要说我是孤儿，没有那个意思。我们还说，因为你让我们能够抱抱你，多快乐啊！所以各位要用爱感动对方。所以念一下来，佛法就是爱，爱的力量。所以各位，不管你念佛、诵经、持咒做什么，那你就是在练习这种爱的力量，学习爱别人、爱敌人，好不好啊？所以叫冤亲平等。你要开始一直练习，连一只鱼你都这么爱了，何况对你老公，对不对？只要能够做好事，这个是一种慈悲，就是说放弃自己的自私，没关系，你伤害没关系，你能够救命我就很快乐。各位一定要培养这个思想啊！今天有人欠你钱不还，你这边气没有用，你跟他讲说，哪一天你有钱了，就用这些钱去放生吧。哎呀，谢谢你，快乐。你欠我10万块，但是你就放生10块钱都抵了10万块啊！为什么？命，生命无价，对不对？生命无价。所以为什么我们替祖先放生，替这些生病的人去慈悲放生，力量这么大？因为慈悲无价嘛。所以我想，像我讲话不是开玩笑，但是我本来就是这种人生观，要乐观啊、
所以了解真相，乐观没关系。啊，今天你不打我不骂我，怎么跟你结缘呢？啊，结缘有很多方法啊。所以你伤害我，那太好了，你伤害我，我可以跟你结缘。啊，这样我还可以消除我执，啊，得到空性，又可以对你培养悲心，培养忍辱。那各位要这样决定，好不好啊？所以念一下，放生的人都是好人，好不好啊？所以你要说我是好人，因为我放生。你打我骂我 ，OK？ 啊，因为我是放生的人，我是好人，慈悲的，包容一切的，接受一切的，只要能够让你快乐，让你成佛，我什么都可以牺牲的。那我们要这样不断的培养。啊，所以我讲这些，我有没有把各位给放生了？先把各位给超度了。放就是解放，解放生命的痛苦。生命里面没有这些贪嗔痴，没有这个嗔恨，你生命快乐了。那些鱼哦，被你拿到就快乐了。如果等一下你拿到了，啪啪啪啪，你一定是吃鱼的。啊，吓坏了，哇哇，完蛋了。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他很温柔了，对不对？他很快乐，他不会怕你的。所以当然各位要开始去测试自己的悲心到什么阶段，努力的去做。所以刚刚我去洗手间啊，我每次口袋都会带三颗米啊。那洗手间里面有很多大小阴鬼啊，他们只能吃大便小便，很可怜啊。今天碰到好心人士，终于吃到真正的米了，我一定会带这个进去轰啊轰的吃甘露，今天不要喝小便。几颗米给它放在马桶里面，嗡啊嗡，吃甘露。你连对马桶都要慈悲，而且这些里面有很多众生啊，那他们是靠这种不好的味道，不然没办法，他的业报。那你也要在这边培养慈悲。所以各位上厕所快不快乐？多上几次吧。你把上厕所当作一种修行嘛。啊，你把生病当作一种修行吧，所以那你要利用各种机会，大家来慈悲。好，今天总共念一下2675只鲳鱼，1070公斤，总共14980元。啊，如果你最近刚好要开银行，你已经知道号码了。成这种慈悲的密码，1498，因为今天放14980，银行说你要四个号码 ，OK， 2675，因为今天放2675只，搞不好你老公说赶快号码给我，他要发了，因为这些号码是慈悲的，利益众生的。哦，今天有这么多出家人，你等一下可能要供养红包了，哎呦，你可能供养500块，那500是你的功德了，所以各位要把任何事情都转为一种慈悲，这个慈悲让别人幸运，这样就好了。因为他不是学佛没关系，但是这个号码是有幸运的，有加持的。所以今天总共放了多少钱？14980。14980，背一下背一下。你儿子要想说我要用什么号码？14980。这个 lucky 的，哇，这么多人，这么多生命得救了，所以我很喜欢这样。我这个人呢，我要把很多事情都转为一种快乐，一种慈悲，你要让自己所有负面的事情在你心里都没有，别人伤害你、欺负你都不会。我看到有些人脸都不笑了，你可能被欺负久了，你对别人不太相信了，一副失恋的样子。欠债的样子，那你要从内心修啊，你要从内心改变，你内心改变，语言会改变，眼神会改变。像我这个人最可怜，你看几千人都看着我的脸，我一点都不能假装，内心里面一定要真心，不然看你就讨厌，你看我也讨厌，那怎么修呢？所以各位吃狗肉的人，每一个狗看到你都要咬你。救过狗的人，奇怪，狗看到你，我摇摇尾巴不一定，那你现在所谓欢喜，弥勒菩萨就让众生看到我都欢喜，他现那种欢喜相。
那为什么弥勒菩萨能够让众生看到他欢喜？弥勒菩萨没有吃过肉的，对不对？宁可挖自己的骨髓，也没有吃一块肉。啊，弥勒菩萨发愿，将来我成佛了，第一条戒律就是什么？来，不吃肉。这个就是弥勒，而且没有一只动物被杀。啊，在弥勒菩萨的时代，没有人生病，大家都活到80000多岁。所以那是因为弥勒菩萨的心态行为，然后他就会改变这个世界。所以人可以改变世界的。我很喜欢看很 fishing 的车子，但是我觉得这个鲳鱼那个真漂亮，它那种身体真 fishing 哦，啊，真美哦。所以你要去欣赏每一种有情的，它生命就像个艺术一样啊。这样去看待它，然后呢，各位一定要这样培养哦。你很讨厌狗，那你要开始去爱、去观赏那些狗的美。慢慢，你想到狗，心里都很快乐。我讲一句实话，好像新加坡人看到新加坡人不太快乐。我真的有直觉哦啊，然后奇怪，因为我看到路上这么多人走来走去，那个脸都铁板脸的。然后我们是个修行人，你看到人 ，hello， 你要内心很快乐，那你每天看200个人，就有200次慈悲。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这样啊，你心里在念大悲咒，然后眼睛看到人，不要看到我，我不要看到你。那这个你各位真的要修，因为新加坡那个气氛还是这么在的啊，还有那种虽然人很多，但是却距离很远啊，距离很远。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看到任何人都很有缘，哎呦，你一定做过我妈，你一定做过我姐姐，所以我跟你看到一眼，我就很想跟你讲话，希望你也都懂得佛法。各位要开始培养这个热忱，所以要有这种什么 patient 是吧？你要开始有这个动力，有这样，然后很喜欢去 hello hello。所以以后明天各位早上起来先站在路口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人家说你是精神有点 ，no problem， 因为我是修行者，你要贴一个标志，我是修行者，我要修微笑。我跟你讲，过两天旁边就有多一个人在跟你 hello hello， 然后有3个人 hello hello， 大家都说我在修行，然后他那个铁板脸就变了，然后你老公说，哎呦。你怎么变漂亮了？你家阿姨，我的丑是因为你给我的。谢谢你们，谢谢。所以你要改变一下自己。我觉得修行就在追求快乐，也给别人快乐，不要给别人压力，还可以救人家的痛苦。所以各位要快乐一点，好不好啊？等一下去放鱼，看哪一个快乐。快乐到家里还在快乐。你今天回去，你妈说你又交到男朋友，是交2000多个，哎呦，太快乐了，因为你要把那个快乐的气氛带给别人。像我这个人，我不得不快乐，找我的什么得癌症啊、死啊、什么自杀、啊，然后我一去啊，膝盖筋拍垮，那不行了。我一去就是很快乐，没有问题 ，OK， 所有的功德给你，嗡啊嗡嗡啊嗡这样。那个死的也不得不跳起来，我都会背了，念一下：108000场，放生烟供功德，国际放生护身，80000多场功德，嗡啊哄，2700万点灯功德，哦，好你乱个没戏，嗡啊哄，新加坡的功德，今天法会的功德。我这样都是带到，所以我这一次很认真，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去德国，德国要去超度犹太人，超度黑死病，超度战争死亡的，我一定要带着各位的力量，好不好啊？所以各位这几天你不要发飙，我跟你讲，你不要害我，我要带着各位的力量，这个叫缘起法，你帮助我，我帮助你，互相帮助，好不好啊？所以我永远保持快乐，因为很多人在念我，师父我肚子痛，他一念我就发飙，因为我正在发飙。所以当有人在念你的时候，你要很认真，因为我妈妈有时候心情不好、身体不好，她就会念我，跟我爸爸一样。
所以我已经知道我爸爸妈妈都在念我，所以我要随时保持有力量快乐，好不好？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所以我父亲以前他只要一病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听到你的声就心情好，你才知因为我保持这种力量，因为我爸爸妈妈随时被我影响，所以我以我爸爸妈妈为影响力来影响别人因为你对你爸爸妈妈怎么样，所以你要，虽然我出家了，我不能天天孝顺他们，但是力量可以给他们所以我们所做的功德不断的在影响他们。所以心情不好的人煮的饭吃的会拉肚子的，真的，我跟你100%，你拿叉菜拿洗洗脸，你按个薯条，就崩了拍架因为你抱怨 complain 足的，洗洗脸。所以我跟你讲，你老公没赚钱，身体不好，是因为你苛刻，嘴巴一直苛刻，一直念念念念，没个两毛戏。所以我认为我没有什么佛法，但是这种乐观了解佛法没关系身体生病更要乐观，病很快就好起来，你不要被病打倒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念大悲咒，我讲了那么多是希望各位有悲心才念得出咒不要念悲哀咒我丢感情那么很难谈做那爷爷我丢我们大悲咒你拿来念悲哀咒因为我得癌症所以我念大悲咒得癌症的心态让你很痛苦，所以你念大悲咒的时候要有慈悲有力量，所以癌症就超越了。千万不要在伤口上撒盐巴，了解吗？对方已经在得癌症很痛苦了，你去帮他念的时候又一副很悲哀的样子你别戏你，对方不会好的，你两个戏，因为你的动机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快乐，你这种铁板你念阿弥陀佛世间苦阿弥陀佛的世间苦是本来的现象，叫你不要，你不要在乎它，叫放下厌离心。西方是快乐的，你念阿弥陀佛，不要一直想着世间苦。世间苦是本然的，叫你放下，因为你执着才会苦。你放下这个世间的这种苦的执着，那你去观想极乐世界的清净快乐，那不是转化了吗？所以念佛人有两种，一种是不会往生净土那种念佛人。因为他一直说别人不好，那个法门不好，那个不好，世间不好，嘴巴念佛这样。这个不是佛陀是世间的不好是真相而已，不是别人制造的，这是这个真相让你看清楚而懂得放下得自在这样而已。所以我在跟各位超度，超度好了没有？对，No complain， 不要再给我说我老公有外遇。不要再说师父我哪里痛哪里痛哪里痛，师父苦要跟谁说你们每天来找师父诉苦因为为什么没苦？因为我天天在快乐，没时间痛苦，没时间生病，没有时间烦恼。今天你儿子不听话算了，我去市场去救两头鱼都比你快乐，你干嘛一直在卡着儿子怎么样怎么样，师父我老公怎么样，念佛了你得念老公干嘛是你自己在找痛苦了，你就一直去想慈悲的想快乐的，那他就会变快乐，因为你快乐你老公也会快乐，为什么？因为你快乐了，他看到你就漂亮了，很亲切了所以你试试看，今天就放生很快乐，老公回去找你干嘛，我找你去看电影真的还假的，谈恋爱因为奇怪因为你改变了，他觉得跟你在一起很快乐，没有压力了，不会在那边谁谁凉谁谁凉所以在这一点我边讲我一直看各位的脸，有些脸讲到现在还没超度没安装都不笑了，你还真厉害，人家已经笑好多次了，你哇真的是如此所以我这个人就算我听不懂我都会笑因为这个就是弥勒菩萨的精神，就是观音菩萨的自在这一点我们既然愿意去救生命了各位不要心机那么重了，你是要来这边骗钱的吗所以各位要打开你的心，对不对？
接纳，接纳，让阳光现出来。所以我今天一来，我看没有太阳，感谢太阳公，他蛮合作的，对不对？啊，天气会好，大家舒服。等一下最好要感谢风神吹吹凉，啊，所以有一点风，大家把这个快乐跟这些念一下：地水火风，所有善神同享快乐，同享功德，好不好？好啊，这个最重要了。好，所以我们现在请观音菩萨降临，那法师慈悲，法师就是观音菩萨，好不好啊？慈悲就是观音嘛。各位等一下也要去做观音菩萨，如果你有等一下过去开始放生甘露水，反正海那么大，多洒甘露水，好不好？永不停的慈悲，海水永远最后会变甘露的。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正好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Hello, I'm Dr. Junie Liu. COVID-19 is highly infectious. Vaccines will stop infection and prevent severe illness. Before vaccinating, make sure your health is stable.After vaccination, stay 15 minutes for observation. If you have a history of allergic reactions to vaccines, stay at least 30 minutes. If you have a fever for over 48 hours or allergic reactions, or within 28 days afterward you suffer from sustained headaches, difficulty breathing, lower limb swelling and pain, or blood spots on your skin, seek medical attention and report your vaccination.After vaccination, wash hands frequently, wear a mask, avoid crowds, and follow guidelines. Let's work together to protect each other's health. 贪财下毒遭果报。阿龙在小镇上经营一家卤肉店，店里所需的牛羊猪肉都是他自己买来活的牲口宰杀烹煮的。爸爸，你今天煮的肉好香啊，我闻的都流口水了。哈哈，今天煮的是牛肉，当然香了，想吃吗？当然想吃的，爸爸，给我们一块牛肉吃好吗？你们这两个小馋猫，牛肉还没熟呢，你们先去玩啊，煮好后我会给你们留一块最好吃的。嗯。阿龙，你怎么煮这么多牛肉啊？最近生意不好，这么多牛肉哪里能卖得完啊？你放心，这锅牛肉我煮得香气扑鼻，一定会有很多人来买的。你怎么一直搞不明白啊？最近经济不景气，大家手里都没什么钱，钱少了，大家吃肉的机会也会少，且肉价越来越贵，我们的卤肉又没涨价，这样一来根本赚不了几个钱啊。你说的没错，最近我收购的牲口价格是越来越贵，如果我们再不涨价的话，那根本是会赔钱的。涨价？涨价你就别想了，就现在这个价格还有好多人嫌贵呢，要是涨价了那就更没人来买了。哎，如果我们购买的牲口价格能便宜一些该有多好啊。谁家的牲口能便宜卖掉啊？除非那牲口是死的。哦，你说的对啊，我们去买些死掉的牲口来做卤肉不就得了？那怎么行啊，老死病死的牲口肉质很差，你如果用这样的肉来做卤肉的话，可是会砸了我们的招牌。这我当然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买些意外死亡的牲口吗？哪里会有那么多意外死亡的牲口啊？行了，你就别做美梦了。快到中午了，我得去照顾着生意，你就少煮点吧。牛肉价格越高，买的人会更少的。是啊，是该想办法降低一下成本了。可是该从哪里才能找到意外死亡的牲口呢？为了谋求利润，阿龙动起了歪脑筋，他买来了一些毒药，然后偷偷地跑进周边的村子里，给村民们养的家畜下毒。这天，一户村民家院子一角的羊圈里，一只母羊口吐白沫地躺在地上，而在他身旁一只小羊看着母羊不停地咩咩叫着。这只小羊真是可怜呐，还没断奶，它的妈妈就死掉了。是啊，这只母羊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突然死掉了呢？哎，别提了，我早晨出去的时候看它还好好的，谁知道中午回来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它看上去像是中毒死掉的。哦，难道是我早晨喂它的那些草料里有一些含有毒素的植物？有可能，前一阵子村口张老伯家里的小牛犊也是不知道吃了什么中毒死掉了。那只小牛犊死时的样子跟你家的羊很像哦。看来以后喂养牛羊一定要小心一些，可千万别把一些有毒的植物喂给他们吃了。是啊，以后喂家畜真得小心呐。我家的这只羊中毒死掉了，这要如何处理呢？镇上做卤肉的阿龙这几天一直来我们村子里收购牲口，不如就卖给他吧。像这样中毒死掉的牲口他会要吗？你放心好了，前几天张老伯家死掉的那头小牛犊就是卖给他，我这里有他的电话，只要你想卖的话，我这就打电话叫他来。你就卖给他吧，好歹还能换点钱，减少一下损失。好吧，那就卖给他吧。卤肉店的后厨，阿龙正在将一块块羊肉扔进锅里，而在不远处的地面上放着一张羊皮。阿龙，你又买回来了一头死羊吗？是啊，而且用非常低价格买的。老婆，怎么样？这一阵子我们店的生意不错吧？最近我们店里的生意的确不错，因为别的肉食店都涨价了，只有我们一直没涨价。不过阿龙，你花低价买下这些中毒牲口做成的卤肉，吃了真的不会有事吗？你放心好了，100%不会有事的。老板，给我来两斤卤羊肉。好的，这就来。怎么会有毒呢？我喂给那些牲口吃的都是低毒性的药，将它们宰杀后只需要多煮一会儿就不会有事了。随着卤肉店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为了谋求利润的阿龙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他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周边村子里牲口下毒。这天，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正在放着羊，小孩子将羊拴在了树上，让其自己吃着草。这时候，一只小蚱蜢从他面前跳过。小蚱蜢，看你往哪跑。这时候，阿龙骑着机车缓缓地行驶过来，他看到了那只被拴在树上吃草的羊，脸上露出喜色。他停下机车，然后掏出一个苹果朝那只羊扔了过去，那苹果滚到了羊面前。快吃吧小羊，多好吃的苹果，不要浪费哦。羊低头啃起了那个苹果，阿龙见后脸上露出了开心的表情，然后骑着机车离开。没过多久，那只羊很快便一下子倒在地上，然后口吐白沫。我的羊中毒了，快来人帮帮我。这家店的卤肉不但味道好，而且价格也不贵，我一直都在这里买呢。这价格的确不贵啊，可是现在肉价那么高，而他们家的卤肉卖这样的价格还有利润吗？他们的卤肉不会是用一些死羊死牛加工的吧？哦，你胡说什么啊，他们夫妻俩做这行很多年了，这里的牛羊肉
都是老板阿龙亲自宰杀烹煮的。是这样啊，不是我疑心，要知道最近周边的村子里死了好多家畜，而且都是中毒死的。据说这些中毒死掉的家畜都被买走了。中毒死的？怎么会有那么多家畜中毒呢？听说有人专门用下了毒的苹果喂那些家畜，好像在别的地方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用毒药毒死那些家畜后再将其偷走，不过在这里我只听说家畜被毒死，却还没听说家畜被偷的消息。哦，谁让你拿这个苹果了啊？我告诉你啊，这里的苹果你要是敢动一下，我就打断你的手。好了，乖，不要哭了，孩子不就是拿一个苹果吗？你有需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吗？难道这是阿龙做的？老板娘，给我来两斤卤肉。我也要买一斤尝尝。啊，好，这就给你们称。妻子忙着生意，柜台里的卤肉越来越少。卤肉卖完后，他转身走进后厨，突然他看到了垃圾桶里有一个药水瓶。啊，果然是阿龙做的。老婆，快来帮我一把，门口这只羊还挺重的。阿龙，这些牲口都是你毒死的，对不对？嘿嘿，我这么做不也是为了能多赚一点钱吗？可是你这样做实在太缺德了，怎么能为了钱而做这种事呢？谁会恨钱有仇啊？你也看到了，最近肉价涨得那么厉害，如果我们还和以前那样收购牲口宰杀烹煮，不涨价的话根本就赚不到钱。可一旦涨价了，来买我们卤肉的客人肯定会减少好多。可是你做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就不怕遭报应吗？当初我们宰杀牲口做卤肉生意的时候，也有人说做这行会遭到报应，可你看我们遭到报应了吗？已经被利欲熏心的阿龙根本听不进妻子的劝告，他依旧肆无忌惮地到四周的村子里下毒。俗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阿龙在给一头牛毒苹果吃的时候，被牛主人当场抓到。你这个可恶的家伙，竟然用毒苹果把我的牛给毒死了。最近村子里好多家畜都中毒死掉了，原来是你这个家伙在搞鬼啊。这么说，我家的猪就是被你毒死的，然后你再用低价收购。你这个可恶的家伙，我已经报警了，你就等着进监狱吧。恶人终有恶报，我家的羊就这么被他毒死了，即便将他关进监狱也难解我心头之恨。你放心，善恶有报，他毒死了那么多牲口，遭到的报应绝不会只有牢狱之灾。哥哥，爸爸在这里藏了好吃的，我们趁他不在家偷来吃吧。是吗？是什么东西呀？是苹果，我看到爸爸藏在那里了。爸爸把它藏那么高，肯定很好吃。来，妹妹，我把你举起来，你把袋子里的苹果拿出来。嗯。阿龙的两个小孩将藏在柜子里的毒苹果吃进了肚子，结果纷纷中毒，口吐白沫地倒卧在地上。啊，孩子，我的孩子，孩子，你们快醒醒啊！医生，快救救我的孩子，他们中毒了。两个孩子的治疗费用花光了阿龙这些年赚的黑心钱，而贪利行恶的阿龙也因为投毒而坐了牢。正所谓是因果轮回，真实不虚呀。生命电视与你一同追求真理，充实你的生命。